就是规则最重要的啦、啊。刚刚鲸鱼抽到那个浪很大，那个就很难演。对，你光那个平的神经病都是直接199那边给你跑的。對對對對对决品种也都不能了、啊、直接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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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对，对手比较危险，是你撞了，你撞了三级他都没了，可是他穷光。你要去扭转，他遇到所谓的经验，我应该去告诉他。对，可是他穷光。就是他要怎样？对啊。要烧伤了。那我得用单手，对我单手够干净。你只用单手？对，让单手。全程单手。全程单手。不然你不是给你爸学过单手，单手那个动作？单手倒是可以。三十。我现在已经握住了你了吗？那叫你单脚。冲人的时候。你那个是不能绝体。他可以啊。因为他怕这肉太绝体，然后三年就不见了。说到要三年要轮换。肉之前要靠三年他就。对啊。谢谢他。我爱赖吃。对，不能失误。对的，压力山大。刚如果拉三星那个，他可能就其他头，那可能就不见了。没想到三星。哇，二三三。那我再后悔。不会啊，你三拳换就换对头死。你再两拳就换他死。你们这个很危险，两拳一拳。对啊，就一个两拳，一个一拳的。你两拳就换他飞了。对啊，他穷光。对啊，一个两拳一拳。
拳哦，太快了，这么刺激，哇，对，这个对，看你，哇，没对拳那就追一拳，开始，哇，好刺激，好刺激。啊！这是相中拍的，对，交给命运，交给命运，对，他三个枪就灭了，哇，不追们，他刚有拉三星狂怒，他就赢了，三拳对手直接就灭了，加三星跟后觉醒的话，差一个金卷啊，对啊，不错，对，你三星直接灭掉了，犹豫了，犹豫了。他就灭了，你三星他就灭了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是没觉醒，没觉醒都没觉醒，没觉醒。